好，欢迎回来。这盘棋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陈耀烨九段对阵石悦九段。那么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陈耀烨呢，他是其实是这个四个冠军当中最热的。对，因为他刚刚获得，新鲜出炉的，对，刚出炉的，新鲜出炉的陈耀烨的这个冠军，这是第一。第二呢，在四个人当中，他又有一个点，就是他跟周略阳是下过。以0-3输给周略阳，所以在这个四个人当中互相翻棋啊，等于他下过，他又是算一个特色。对，再有第三个特色，他是80年代的棋手啊，年岁大。第三条，第四条呢，他接受采访一番言论，你跟大家再重复一遍，很有意思。好，那我一会儿跟大家介绍，咱们先看这个是今天啊下午1:30在北京进行的。现在正在下的这个对局，你看左边是陈耀烨，右边是石悦，这是陈耀烨。这个小孩做肌肉的眯起的眼睛。对，石悦也有故事，一会儿我们慢慢给大家讲啊。陈耀烨，对，这两个人我觉得都是挺好玩的啊，挺好玩。挺好啊。那等会儿我们再说起啊，我们再来看陈耀烨。对，哎呀，犀利的目光。他是非常专注的一个棋手，父亲是一位这个军医，就是外科医生，这我都知道。石悦非常秀气的小伙子啊，小帅哥，多清秀啊。但是我觉得啊，好像棋手坐在棋盘前就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他在平时生活中感觉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是吧？您有这种感觉吗？我可能只是见得多了已经糊涂了，没有特别这样的感觉。我觉得坐在棋盘上，他们都有一股杀气啊。但平时我觉得他们很随和啊，讲话什么的就感觉就很都挺柔的，但是在棋盘前可不是这样。这是左边，陈耀烨啊，这回到了刚才的镜头，周略阳，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小厅，这里边安排了两个对局，是。然后刚才呢，就回答这个话痨，您刚才问我那个开幕式上啊，就采访陈耀烨，主持人问他就说幸福指数啊，说当你拿到春兰杯冠军的时候，你幸福指数有多少？他竟然说是5-6啊。那我们就开始纷纷议论说，这5-6，那这个幸福指数是不是有点低？怎么才能到10呢？对。然后接着听到下一个问题，就说这个跟陈一鸣的这个恋爱啊，这个幸福指数又有几？他回答是7-9。7-9。对，看来真的是爱江山更爱美人，并且也还没到最高啊。问题是，对，说明他还有不断的有新的追求。对，就是如果现在就到达了顶点，不是意味着以后没有更幸福的事儿？对了，所以他7-9说明很有辩证法。好，现在我们看的这盘棋呢，根据我们所知道呢，下的手速异常的长，所以我们要加紧摆给大家看，要下了300多手。对，那么300多手呢，固然有的时候万一来不及，我们只能忍痛割爱，但是呢，我们的老传统是尽可能多的摆那个棋，尽可能的多的摆这个棋，虽然是小官子，体现一种什么精神呢？就是对棋手、对对局者的一种尊重。对，最大限度的这个尊重，对不对？你认为这个地方没有价值的，那是你这么认为。对局者胜败没决出来，他还在下呢，你说他认为是重要还是不重要？对。好，现在我们尽量的给大家多介绍一下这盘归正传非常复杂的对局。好，现在开始挂角。挂角。小飞。小飞之后呢，他就猜在这个地方。这地方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如果你小飞他拆得远一点呢，还有的可说，只要你尖顶啊，他立起来在这个地方还不知道谁攻谁的，知道吧？举个例子，咱们摆一下啊，尖摆一下这个常识。你比如说你走进来，那么通常的话呢，他走的最通俗，他走这个你也是要理的，尖一个。你常识不理，将遭到他一挡住，三，突进，这个地方争执不可能有了，所以他尖的目的啊，
就是为了走这个的时候啊，在能断的时候，他能够一口气就教师掉你，所以他理论上来说，他通常是要走这个。然后接着你看，他还反攻倒算，可你搞不清楚，所以这个地方明明好像你手速显得，你看你猜几了？我说多，一二三四五，猜的太大了，猜了五了。但是呢，如果是在这儿，就大不一样。嗯，如果那我如果再尖顶，还尖顶。您看看，您怎么能挣我头呢？我就不会下围棋，小脚老太婆行不行？你也不成，也拦不住了。从这边钻的话，这个黑棋就已经很难办了，碎了，对吧？不好处理。所以这个地方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小飞跟单关角就这个小地方差别也很大。对，一个是跳的话，这个尖顶在加工的这个力量绷得很紧。对，那飞的话。这个力量就弱了很多，对，实力固守得很好。现在他分头，他呢是来一个小飞，其实就是说什么啊，并不是想凑着攻你，而是什么呢，就是要借着这个步调把这个空给围起来。嗯，他一猜二，对，其实黑棋的这个小飞也是对星位角最好的一个手角，没错，也还是这个意思。哎，围棋只能你小飞，不能我小飞，这个符合道理吗？这个不行。对，那大家都小飞。哎，对，所以你小飞，我也小飞，对吧？也很正常。看来小飞是职业棋手比较喜欢的一个招法，大家都不太喜欢大飞。就像是这个大飞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看着有点怪啊。但是这个地方我大飞其实也很正常。他主要是怕人家点脚。新将大飞主要是怕点脚，这个点脚了之后呢，这个脚一下就没了。这个小飞呢，其实它跟大飞的区别就是，你实在要点脚，还不见得能够活得好好的呢。嗯，它的差别就在这儿。好，现在他小飞，大飞又飞这个，又飞，他先爬一下，顶住，点。他呢先点，就是说实际上他就是要。钻进来，黑的呢异常的积极，他如果粘上的好像也很厚，但是现代棋啊连粘都不带粘的，感觉被人家便宜了似的。对了，他总觉得这个地方啊走了一手里边要硬，他已经不爽了。那么随便举个例子，你再走这个，你要是得寸进尺，你要是走这个，你还要求我走这个，我要是再打进来，我还要求你走这个，他就觉得被便宜了。所以他决定啊，现在流行的这个下法都是这个就不带理的了，强硬压过去，那是先手了，然后再搬，搬你退也是可以好说的。对，占了这个便宜，最主要是他还不是手回去，他下到这儿，他还要在这儿，这个地方他里面就都转不补了。这是现代棋，其实我的理解啊，它的含义就是什么呢，要把你的棋充分的走重，像你啊可以跑的啊，不会是这样跑吧？那可以啊，你能跑。你跑的话呢，我大概就借牢，这回他就借牢了。这个时候你啊很重，你不能走别的。如果反正如果不下来的话，这几个子白走了，就没有意义了。那么你很可能得走这个，这个地方明显它这个地方是很重的这个形状。比如说举个例子，什么比如说他有可能再压一下进攻你，这一走这个，甚至于啊他又来了，又下这个压，对，反正由这个地方呢留给你，这个破地方留给你断，那是不可能的了。对，这白棋也下不出手的，这也下不出手。他然后在这个你要不当心的话呢，他飞到那儿去了，就更不要说由于这个地方他这个也是绝仙了，还不走，气走得很不舒服，这地方的永远他就不肯补，他就是这么想。那么作为白的来说呢，现在他呢就不肯随便确定，不肯随便表态，对吧，白棋非常狠呢，是针锋相对，他在这里来了一个，这个也是很好的下法。那他这个语言是什么？他这语言他说什么呢？那让你封，那么那我就走这个。那我这里边好像就可以摆红。就马上就一般，
对啊，起了身体挡住，我看就拖一拖，你就局部就活掉。你外边一扳它一退，你外边一补它一双虎，一打了它接牢。哎，注意，你还这里有断点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黑的呢又是继续狠毒啊，还要接。对，一定要灭眼。灭眼。白棋也很狠啊，你不让我围困，我当然不能让您活。对了，互相就是这种态度。是。那么这个棋呢，程耀烨呢下的呢也是够厉害的，他一看我是大局，我大局转到这个地方去了。这个时候呢，双方呢是标准的针锋相对，针尖对麦芒。对，你刚才不是还说到十月也有很精彩的发言的吗？是啊，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十月啊，他说这个比赛就是采访他，他说我就是冲着冠军来的，哦，非常有信心啊，这个有斗志。好，再呢？再有呢，他对这个棋，我们看到这个局面复杂不复杂呀？是啊，他就说平淡的局面，我可以让它变得复杂。如果您选择了复杂，等一下，平淡的局面它可以让它变复杂。复杂了，对，他可能觉得他自己啊更容易掌握这个复杂。一复杂，他的意思潜台词就是一复杂，他就是好，他就是优势。对，所以还有下半句。所以平淡的局面，它可以叫它变复杂。对，还有下半句吗？如果您选择了复杂，我会让您后悔选择这样的局面。哎呦，我天爷，非常霸气。不复杂，那么他能弄到复杂，弄得你不会。对，这个我如果主动选择复杂，最后后悔的还是我。还是您。对，还是我。是，哎呀，想的还是不能复杂。还不如早一点交枪算了。非常有意思的十月。非常好，这个讲的很有一点哲理性的这个意思啊。对啊，当然以他的实力为后盾。是。那么十月呢，我还算知道一下，虽然跟我的辈分差的是已经差了不知道多少倍了，但是呢，他的这个简单的这个情况呢，我还愿意把我所知道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他呢是洛阳人。嗯，因为我到洛阳去参加他们的棋圣战，知道他是洛阳的精英。哦，洛阳呢出过很多的这个选手。嗯，包括最有名的就是周鹤阳。对，后来呢还出过一大堆，就是说好几个河南的军啊，带军字的这个河南都是洛阳出来的吧。什么这王海军啊，王红军啊，好几个对，冠军，还有当年跟我一起在围棋部共事的叫康战兵。哦，哎，这也是洛阳的。洛阳的。哎，这个我印象都非常深刻。说到这个的时候也很想念他们。其实在这个台上讲的时候我也很念叨他们。就是说洛阳出了很多很多的棋手，他们加起来这个段位呢逐渐的再升上去。嗯，这就像木谷道场一样，就是当年的木谷实，他的学生一共获得了多少段，眼看着呢100段啊，突破100段，结果呢突破200段，结果呢又突破300段，可能好像又突破400段了，大概是这种意思。哦，桃李满天下。对，洛阳的这个知名棋手非常多。我说的是木谷这个道场吧。哦，说木谷道场。当年的这个木谷实的这个道场。那咱们洛阳的这个洛阳呢，应该是我的印象呢，大概是有100段，肯定是突破了。100段是绝对突破。嗯，就是大概200段左右吧。哦，大概估计是这么一个数字。那么这个洛阳的围棋氛围呢也非常的好。那么这个十月呢是出在这样的地方。还有一个事情呢是这样，当年啊曾经就是说年轻棋手们啊，他们关心网络，喜欢网络，他们搞了一个叫做什么呢，搞就是清风网。哦，清风网。在清风网上呢就专门就是说网上挖掘，就是说好的苗子，挖掘围棋的俊才。哦，结果呢十月呢是其中之一是他们挖出来的。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就是当年的这个网呢，后来是他们不再继续办下去了，各种原因了，这我也不去讲他。好像当年这个邵伟刚的这个，他还是什么董事长，那么不去管他。总而言之呢，这个十月呢，应该是受到清风网的，就是各位董事、各位老师，包括像什么罗喜和啊什么，肯定也都就。对，都周鹤阳了，哎，应该也都清风的董事就都教过他。那现在他走在这儿，这棋啊，是程耀烨下的这个棋。我们来看这个，根据他的语录，对，他要什么？
让现在挺复杂的，如果说复杂的局面的话，让对手后悔呢，让你后悔做出这个选择。好，现在他怎么让你后悔呢？我就飞脚，飞脚，对不对？你要总要尖，这个地方再让我尖啊，这太大了，我这个地方变薄了，所以这个尖是要点。就差一。稳当一点的话，就是我走的要是最稳当。对，我感觉这边好像应该走在这儿，对，简直是。对，我觉得这边好像有拖过，好像需要补一个。但是你越走这个呢，就这个地方啊，他可能就先走这个，这个算是一个攻防的要点。最关键是什么？那个地方啊，还没弄干净。哦，这还有个小头。哎，他一高兴，他倒又出来了，你烦不烦的？对，如果这个出来，这个黑棋刚才还有粘，现在这个现在也还得粘。这个在粘，这个心情大不好。哎，就是感觉也不一样。他具体怎么跑，别弄得不好，他把这个也一起拽出去，你还不活？对，这就出麻烦了。所以他不愿意，他想干脆啊，我就。就是那个什么没有这个尖，哎，没有这个尖，他就拆一，他就要把你这个一二三呐，通通一起带进去，跟你一起练，那你就没办法了，他就拖过，要搬，他搬，这个地方呢应该是有各种下法了，他就直接夹出来，粘上。他显然不能走这个，被他断都不用说，对，这就连不讨论了。这个只有这个冲，然后再断，再断，上边吃一下。他吃这个药液下得也很凶啊。他藏的时候，这个地方呢，解释一下围棋的手经。围棋的这个经啊，告诉我们是怎么下的呢？像这种棋，如果从这个地方拐啊，熟。对，感觉有点腻。对了，这就是一个字来表达，就熟，熟大爷。就是怎么走呢？像这种地方呢，由于你肯定是要退的，你要先打。哦，这叫顺调。对，这是围棋的叫步调。这地方一走要争你，不用说，只有走在这儿。对啊，必须要拐。好，接着呢，这个地方呢，暂时呢，你走这个啊没用。他吃掉这个气啊，是你肝不够，对吧？对、你走这个，然后停掉力，我就团住，他就团住，然后我拐，你拐住，关键他一走这个，这个里边的断点他厚了，这头你是便宜的，所以他这个地方呢只能暂时留一留，他不能够马上来动。结果呢，这个白棋留一留的时候呢，他决定直接就点到这儿了。对，最希望你的就是粘上，因为我这个拐和立都是先手，那你粘不是很笨重吗？就是很不爽嘛，所以他要贴出来，他不愿意，他先在这儿来一下，先挤一下，哎，要把你这个要吃掉，你这时候你会不会都不要了呢？不至于，他的接那、我指的是你这时候就冲，那我估计他是根本不理了，他直接这个一吃啊，这里全毁了，对，都没有法下了，对不对？这是有点巨大。那我发现啊，这几之后，刚才白棋的这个拐和小尖还有立的这先手就没了。现在立是先手了。你接了之后，这个立还是先手。对，但是一路的先手没了。对了，刚才挡。对，但是你立，注意他还要吃掉你的。你反过来你也要付出代价，但是你贴也是先手，等于这意思。你走这个之后呢，他决定当然不肯粘了，怎么肯粘呢？对啊，粘上你一粘他就小尖尖，哎，他要走这个贴住搬，好，他也搬，搬只有接，哎，挺头这个地方冲断他就不要了，他只要吃你这个。然后程耀爷一看呢，这个估计也是他战斗的，就是说他的早就想好的，他来干嘛呢？你藏了之后啊，他这里还要断你，注意他不是简单的虎啊什么的，他还要断，这一断黑的啊没辙了。对啊，这好像棋先得先粘上再说，只有粘上。那么这个地方就注意了啊，就局部他还有一种什么手段，现在不成立啊。他还有一
那必须吃是命令。的命令。三。这也是命令。四。你出毛病了，问题在于现在白棋气不够，外边全死了这个当然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如果白棋一旦演出来气，这样毛病就有了。对了，其实就是交代清楚，然后呢接着呢这一走呢他搬，这地方双方啊吓得真是这活得厉害啊。对，真的是够复杂的，这够复杂。那么这个棋呢，你如果是走这个啊，那我就他就包一圈，那我这个跑出来他就出头了，同时外边你有点毛病，对，有断点就毁了这地方啊，所以他不干了，他要退，他要一退的话呢，可以粘出来了吧，他要一退哦，他这先冲一下，冲一下，然后把这个挡了之后，再发现这地方没法走别的呀，他要粘这个，粘上之后，这个您刚才说的就已经有了，刚才解释过的。这个地方黑棋面临着怎么补的问题，因为你最稳当最稳当的你也可以补这个呀。对，但是呢因为这个地方将遭到他打吃走，先断了之后关子这个力还先手巨大，这是第一。第二，他这个地方暂时还不打，他留着气，松一气能一样吗？不同。对，所以现在走这个是太保守，他一定要团住绷紧这地方，愣不补，他认为这地方已经信实了，这个臣给我送礼了，是他本来就是很大气，已经是我们家的了。对，然后他虎一个虎，他的目的就是在固然是能走这个，我就觉得这个一封一个这四个字不就死了吗？他这个地方啊，他不要不光是要想吃四个字，他还考虑到封锁，走这个跟上边的棋不一样，等会大家会看到他所以要胡。这地方你要是想跑，他说请欢迎 请便，你爱跑就跑，你这个地方跟我两边都没有死活问题的，你还跑他呢十月呢还真不跑，对，补上这个，这招棋啊很厚，你当时想补这个，因为这个断点都有补这个，那么这个断将来是先手，对，我必须要虎了，那外边会不会有收气呀？很薄，所以他这招棋呢我们把它理解为解说为是稳健的下法，他就补上，对，照顾外面，照顾外边，你照顾外边，哦，这个点还同样是要点你的，就是这个，要是没有这个，这个点就没有意义了。对，如果是在这边，这个就松多了。粘上。然后呢？哎呦我天呀，还封你。很凶。然后我冲，冲完之后我这个地方要搭出来了。没错，你如果再走这个，我一搭，一看走不了了，一冲走，一打一长没了，没您的了。然后他，所以他接着要走在这儿。尖一个。这个子他还得要。对，但是没有搞清楚的呢是这个地方如果真愣走这个它是怎么回事，我看看我还有没有出头的好手呢，出头的好手有可能要冲这个了，啊，冲这边了，冲这边你也不舒服，因为你想绷紧肯定有问题，这个被提了，这个无忧节乱打，这形状一塌糊涂，这个冲也很破啊，然后这个搭呢总而言之是很厉害，对，等于你必须要冲断我，对，他长你还得走这个，然后我打了长先手，打了长还先手，这个棋是极其的薄，对，很薄，所以他走这个，这个还是要咱们就背诵这个十月语录，你一复杂你后悔了吧，对，弄得那么复杂你掌握不了了吧，是，你看你早就不请教我，真好玩，对不对，我觉得别的棋手好像就是说到就采访他们都说自己争取在我们这次的金立智能手机这个中国世界冠军的争霸赛中取得好成绩，对，但是没想到十月就是说我就冲冠军来的， 对， 对，然后呢他大飞这个地方呢暂时啊什么都不走，他冲出去，把这些变化都保留着，我他要冲既不挡我也不回首，一走这个呢他一看你最终被他弄出来还是打，他要不走上，这个时候实际上来说如果是练子，就是练子就是棋盘上下的这个子啊，你都很看重他们，舍不得，那么你完全可以跑呀，这个棋显然能跑的，这时候对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呢十月认为的
这个地方现在不是作战的要点，哦，别这个地方给您围一大块，我悔之晚矣。嗯，他决定啊，那就要深入了吗？对，稳稳当当，他就直接大场先一放，叫你的这个地方啊，不能无限制的扩大，而且不能两翼扩张，我走这个我也大呀，他是这个。哦，然后陈耀业呢下的也非常好，那我要扩张吗？他要扩张这个，而且还有一个呢，趁着他一冲的时候，哎，这回这个四个想跑也不行了。有了这手棋，加强了这边。对，已经补掉了。这手棋呢，应该说有一手棋的价值。一、二，嗯，你呢走在这里呢，对他没什么大影响，对吧？这他的棋合理性很好。对。哎，他也补在这里。好，接着。是不是该深入了？打入。哇，直接就这么打入了。嗯，他觉得这个棋走别的都是损的，对吧？你去削，哪怕你走在这里，哪怕就是他是捂住也很大呀。对，所以要求的就打入。真是深水炸弹就这么扔进来了。嗯，这他只有拦住，头上先一盖。这个时候你无法反抗。我指的是，你要是反抗的话，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不给对方借用。如果我是有反抗的话，强行吗？哎，有这个啊，那正好让来这个借上劲儿，那我就长。哎，再度过，度过，然后我现在这个棋的局部呢，是不是有手筋了？这么顽强的下的也是一个下法，你走这个手筋还真不一定灵。那不是这个，还是这个？哎，要这个啊！你走这个，他一退啊，你下边第二步没了，对不对？咱们要的就是这个啊，靠这个。举个例子，咱们一走这个，哎，那么比如说他再走这个，比如说啊，嗯，我是指的这个是比如，然后接着打了断吧。哎呀，接着这样，对对，就这意思。对，反正就把这套组合拳如果能对了，再来这个，给他弄上，哎，对吧？你再走这个，你再走这个的话呢，下得舒服一点呢，要下在这儿。因为你就算拐着我一吃，嗯，你就算吃了之后一走，我搬在这儿活已经先手活了，你肯定不干。不干的时候呢，所谓组合拳就要这么打。哎呀，这太好了。要单板。对啊，他敢跑吗？对，哎，要等你走这个，然后这一双吃，哎，这也爽。对，那确实得后悔了。哎，对，要后悔了。对，早知道这么复杂，被他一双吃，结果呢，只能提，砰，遭到他这个又一打。对，哎，这个包子也得忍受。对，哎，包子又得忍受。哎呦，我天爷！对，一虚假，什么东西都是他的了。哎呀，全活了。就是你去吃他，他不怕。对。所以照正常的话呢，这样的靠。而且是在这时候靠棋盘空的时候靠，他照正常的下法他是要退的，不给对方借用。哎，接着就这个地方也不，那做局部来说你应该走这个。嗯，那白棋也跟着跳。哎，他觉得这地方重。嗯，他还来这个，还来这一套。对，那白棋长二路搬搬，看你怎么办。如果只是要吃这两个子的话，我一定要搬下来。哎，他就接牢了，冲出去。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好像对啊，这个地方就封不住了。嗯，那这个看了看，好像真的不敢挡，因为这个冲破了不得了。他就上拐住，还是很正常的。他就粘上，虎下来，虎下来，这个地方下方很正常。他接着再走这个，哎，你看看，哦，他的形状。眼型好像要摆出来了，哎，基本上不错。对啊，这一搬一火活棋，对，他挡住，挡住呢是四里的硬手，这手棋呢是陈耀业一流的很厚实的功。嗯，他主要是在什么，他要问问你现在你到底怎么走，是退还是顶。对了，你到底怎么补你的形状。嗯，那么这个形状呢，他一看呢，为什么他要先走这个逼迫你走这个呢？如果你先走这个，他有可能还跳进去呢。嗯，以后知道吧。对，我跳进去好像还有眼呢。对啊，跳进去会活到脚上去你就疼了。对，对不对？他不是简单的爬，所以这个地方呢先试他硬手，很巧妙。他呢很稳健。哎，没退没退没退，他没退啊。我想着先确保自己的活棋。哎，你一走这可能他反而要搬了，对不对？他先跳，
跳了之后他拐，这个时候他看清了，这个时候再退，再退，哎，稳当的。然后呢这个地方呢这个告一段落，你看他活的应该来说还是蛮简明的，对不对？对，下边他如果搬展我长也已经有一只后手眼，而且头还在外面。对了，头还在外边挺好，像他走这个，这个棋要说明一下，就是以在我学棋那会儿，就是这个实战的下法是根本没有的。这个发明这个下法的这个呢，是韩国棋手。哦，那您以前对于这个形状怎么定型？两个定型法，一个一啊，那白棋飞出来，白棋很好。对，一种下法啊，这是方法之一。第二种下法就直接三三。直接三三，那我也大飞出来了。哎，你也是，不管是大飞他，然后就再走，反正总而言之是先手脚。这是我学棋那会儿的这个下法。现在的这个韩国棋呢，它等于是用正头的这么一种理解。哦。等一个中府的头啊，可把你正住一样。在二路上，逼住。在二路上给你正。那么，你肯定要问。陈颖，你肯定要问，你封住我头了吗？我不是能往外出的吗？我一尖，你能封住我吗？不想封了。对，这时候您又去跑去又尖一个。这个棋一走啊，大家再仔细一看，这个大飞棋没了。对，大飞我度过了。我如果你再走这个，对，白棋发现我的根没了。而且呢，还有一条，当你以后走这个的时候，当然不是现在就走啊。你比如说，起码是走这个，走完这个，当你再走这个的时候，发现哟，这地方怎么这个两个交换太愚蠢了？它的巧妙之处就在这里，就这个地方啊，它先这么拦住你，颇得一种什么妙趣呢？就是咱们中国古文化，就是包括打仗，包括很多时候策略运用的时候。叫什么呢？叫一张一弛，对不对？要打一个拳头，您得收回来，缩回来，打出去是张，收回来是弛。你要是永远是打的，哎，你看看我的手，对，就打不动了。你这还能打吗？对，下一拳怎么打？这怎么打？不行了。所以他这个地方他先才能非常好，他走在这儿，然后呢，白的，那你肯定要说，那我就活脚呗，那我肯定就得进脚了。我肯定活脚呗，我怕什么呢？活脚，他还不能不走这个。有些孩子啊，我真下指导棋，他以为这个地方既然你走尖嘛，他就该补了。照着他这样飞，白棋还是舒服。对，活得太大了。他还要在这儿，很饿。对啊，一看这个白棋的这个出头啊，仍然出不来。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他说你如果走这个，他要挤你。你接牢，他在打刺你，你虎他就在断你，这个地方注意。那么你千万别这么问啊！如果你尖的话，他就走这个，错。如果是这样，你怎么能断呢？对啊，这手其实巨损无比，对不对？肯定不能走，你要走应该单夹呀，不能直接断进去。是、啊。所以这个地方很注意啊，要走这个，他挡住。然后单虎。你在。尖他还要挤你，还是出不来。但挤，他这个里边出不来。如果再走这个，这都是现代棋的特征。就这个棋啊，好像贴在他上边了，无所谓。他觉得很好啊，不好的还是你，他认为，好的还是我。就像，就是、正义永远是在我方。对，你没话。我永远是对的。我永远是对的。那你没话可说，结果呢？这个地方呢，他肯定要先虎一个，这样我就可以尖出来了。哎，白的呢走得很聪明，这个也是经过反复的研究找到了双方认为都可接受的脚微脚善的下法，他就走到这儿。这招棋呢是聪明的，因为你再要顽强，你得走这个他再尖出来你没法处理了，知道吧？这个刚才那个挤没了，所以他走到这儿是正道。白棋虎一下，这个里边白棋本身是打劫活，是进活。哎，你补是进活，不补当然是打劫活。白棋拆一，走这个。这个大，大家看到这个地方如果被我一拆，巨大。这里有刺，这里还有这个飞，巨大。这个拆三是明显巨大的一点。
你一句大，他一看得，得了，搬一下，稳当。啊，搬一下之后它长。其实这个搬有没有必要？对啊，白棋走的话肯定也是搬的。可能我看单长就挺好，这个不一定，这个因为是一小时的棋吧。嗯。然后呢，他呢，他不愿意他这个先手，所以他决定叫拆一。拆一的意思啊，其实是要把这个地方啊，就是说增加幅度。嗯。就咱们做衣服变成宽幅的布料了，不是窄幅。知道吧？幅度变宽。哦，那可是这个打结不大吗？我觉得我把这个做活也不错。他就是怕这个，就怕这个。对，怕这个。他这个是先手，先手之后呢，他这个主要是他这个木啊不见得够，所以他要顽强在这儿。他认为呢，你如果打结呢，你如即便是能吃掉我，也是要付代价的。嗯，是吧？那现在就形成了打结。99打结了。我们来看打劫，它呢，这个是劫财。对，这个肯定要吃，对吧？嗯，那肯定是这个劫财。然后呢，接着呢，它该走什么呢？看看啊。嗯。断这个找劫。啊，它就在这里断。白棋先提劫。白的当然要提劫。对，然后白棋。黑棋它不怕了，它就断，它就一拍。这是没有什么特别还价的，他又急。对。好，接着白的。看看啊，哦，白棋吃这个。啊，哦，白棋打吃在这里，他就要灭你的眼，看看你怎么样。他还先占你一个便宜。对，这个时候还要点我一下。点你一下之后呢，引得程耀烨呢。就是被他有点拱火，这个还能不跳出来？您还没活呢，您怎么就搞这个呢？对，本来点的时候呢是肯定要跳，但是现在吧，话老这边打着劫呢，打着劫就让白棋有点麻，到底应不应该反击？现在你跳出来的，他这个不能让你挤进来，嗯，这个变成没有眼了，他要走这个保持半个眼，先吃一个，先吃。程耀烨一看呢，是不是又要？哦，直接劫也不提了。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既是双方的斗智斗勇，其实也可能就是十月的一种计谋。他让你觉得啊，这地方已经走成这样了，这块棋也是活的，他又怕他跑出来，知道吗？哦，那其实呢，这个时候点到底白棋是应该反击还是应该忍呢？就很难说，这个要问十月了。这个十月就告诉你，嗯，哎，好好的。磕个头，拜个师，老师就好好的教你。谁让对不对这么复杂呢？是吗？谁让棋这么复杂呢？对，他哪能随便教这么个老衲？他来教你，你都能让你懂还得了？我还经常讲的话，你都懂了，我十月怎么办？对不对？那不行。所以他这个地方，你再一走啊，他活了之后，他再跳出来，你再仔细看，是挺凶的。吃不了一走，你还得接牢。对啊，这还要断点。那我，哎，他这个也跳，这个也跳。嗯，你还不活呢。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十月呢，把这个地方为诱饵，为代价，对，获取那边的利益。等于你们可以这么理解，咱们是这样的。哦，白棋就跳一个，那对，但是呢，我走了这个呀。这个确实是很损。对不对？和那块比起来，让你很损。那你本来是这样的形状啊，嗯，现在让你这个损，但是呢，我的那个劫呢解决了。嗯，这个很可能是一种智慧，把它拔通。拔通之后呢，越是走这个呢，程耀烨越是想，您别再来拖呀！我说，又要我补了，这不行啊！我那这个诱饵可是换取了白棋跳跳又尖了一手，还叫你尖。然后这个时候呢，他才不下了。对不对？嗯。然后他走的是哪个呢？他走这个又来一下，这招棋意味深长。如果搬粘的话，以后白棋这个提就有。你现在就是该打呀。嗯。你肯定是打呀。如果不肯损木的话，肯定是打。打打它有一什么好处呢？当你一提的时候，它这个接牢这地方的眼是贴眼了。嗯。如果是你这个棋来不及被人家先拔了，那我只能他进攻你的时候，你只能补在这儿。嗯。他是这个意思，走这个。
十月这期啊，下的是蛮细的啊。他当他走这的时候，暂时还不沾了。对，他等着，他觉得这两个是见合的。不是，他的目标是什么？他还留着变化的。嗯，注意，这还有变化。他留着断你那外边的一些味道。外边如果有味道的时候，断一断，他要打在这儿，知道吧？对，有了这个断，里边就吃了。还有这个可能性，他还不肯轻易沾。好，现在我们来看十月，看看他到底是走的什么。幺幺四的时候呢，115，大飞在这种地方，这也是好棋，不让你扩大。对，感觉这个若即若离。嗯，叫你得补上，补上之后呢，你也别让人家这个尖搞得太没面子了啊。挡上算了，这还是要挡的。这对不对？要不然人家也不干了，人家多没面子呢。这走了一后手是不是？走到这儿，117。现在双方中间是不是都没有什么大潜力？这手棋非常非常的巨大，为什么大？这个地方将来多少有收气的含义。嗯。他当然要爬，爬先扑掉你，这个扑够狠的。看看是提还是你如果提，他固然是只能退，但是问题是走完这个他再搬，很可能一堆接不归的时候，他将来还有这种搬，你当心啊。哦，对，这个一堆接不归。嗯，所以呢那个棋呢他决定冷战，粘上，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搬住了，因为黑棋不入气，白棋走的是有效果的。嗯，迫使你只敢粘没敢提。嗯，那么对他来说你少让你爬一个，但是作为黑的来说呢，这个棋的连的比较厚，他不会怕出问题，搬掉，粘上。对，这回他拔的，他一看这个总是大，这个一走，你看这个时候啊，你爱提就提，我反而不理你。嗯，对，我的留着你这个味道。对，而且我什么时候想走，这是我的先手权利。没错，这个时候呢，他呢来了，中间，他跳进来。这个地方他肯定得要，对，这个跳回去。嗯，他继续，继续跳向前。这棋呢，大概是因为是快棋嘛，嗯，这个基本上是一个细棋的这个局面。拐，走木，一拐了之后呢，已经基本上搬不住了。一搬他一搬，你只能退。退，你一挡住的话，照到他这个一路一搬，你没应手了。这拐非常的大，他一走这个小尖。也走得非常好，132，刺一下。哎，刺一下之后，接着再，这张也是好棋。他要把自己安全联络。他走得很厚，你一扳他要藏你。嗯。你反而叫你藏出毛病来，你要鼓在这儿呢，他退在这里，退得很厚了，他省得一走这个，将来你要走这个刺断我，什么搞不清。可能还是有掉了。这个，哎，他走这个很稳当，35。走，36没走。哎，对，这个头正住，这回呢，啊，这中间好像是不是能有点东西，他希望这样，但是看看十月同意了没有。嗯哼，这个走他要接牢的，那要深入进来吗？又来是这样。哎，我这个有用的啊。对，您这有冲断，我粘上。哎，我粘上，接着呢，哎呦，真是机敏，大官子，这个被他一扳粘，嗯，还要扳粘这个，你就少掉这1234了。这个再一搂，这搂一下，嗯，只能忍耐。他决定忍耐，那便宜不小，这个地方便宜的很大的。111，他走着了这儿了之后，他继续上狠的，是不是？这回他接牢了。对，哦，现在接这个，我在一直在想着，是不是看着中间的这个潜力，他没什么用了。他决定走在这儿，这棋多厚啊，这个地方有种种的这个便宜的毛病，然后跟你将来的围控都有关系。嗯，现在他很厚实，啊，厚实的一手。嗯，他就愣补掉。我总觉得白棋有潜力，我想扩张。嗯，他走在这儿，然后又顶顶了，他得接牢，他扩张了，他的确是扩张了，扩张张在哪儿呢？哦，他，在这儿是怎么回事？这儿是，我明白了，这个地方呢，这有口吗？不是，
他就算走这个你也很疼呀。走这个，哎，我想一想啊，我可能有没有这个呀，然后再挤，再走这个他还是要挤我，有没有这个，反正是有味道，但是走现在走这个呢，不行，这个您一吃就好像就有问题了，已经不灵了是吧？您提这个，对啊，一提我已经我不能挡，我只能挤。哎，你只能挤，那这样的话，他所以他要补啊，所以他应该说这招棋啊下得很好，很有价值。你要补的，他敦促你走在这儿，对，接着呢还塞进来，他，你要走的最稳当最后。你肯走这个吗？不肯，这个我现实损了，还被我拔掉，现实损了不少木的，就是这个地方已经两木去掉了，还多一木，先手三木，叫你接牢之后，然后他再尝这个，他还要尝，又要来刚才这些这一类的手段了，让你走在这儿，再贴，哎，这一回他看清了，他不一定要走这个了，挺头，觉得这边就大，这回他认为这头大，那我要镇住吧，那中间还是有点潜力的，对，还是有点潜力啊。最关键就是这个谁啊，十月同意没同意，我这个你刚一走这个，对，我看着之后我觉得惊讶，这棋我都已经这叫重兵把守，对了，这还能走这个，我要冲过来，这行吗？对，他在这里便宜一下，我啊一毛都不拔，这个行吗？对，行，他走这个，他问你怎么不行你问行吗，他问你怎么不行，两个人很精彩，问你怎么，你还真的吃不住他，这个三个头，这里有三个头，三个加克回，他一看这个地方看起来是一个很重要的胜败的这个经了，藏在这儿的话呢，他终于，你看，他还要尖在这儿呢，形状还好好的，没全身而退。这么下来，这个白棋走了一手棋，根本就围不住。没围住，看起来这个地方正是这个地方的决定输赢。那么程耀烨一看呢，他要就给你来点收气吃。对，看看这里边啊，要收几口气。他决定补上。这个可得补，这地方被他这一走，这个一大堆的接不归，出笑话了，这个得度过，那我把这个粘上，这个粘上，你说他没木他是有木的，这一走基本上呢就是他这个景气，对，这都是先手，您得走我走，这都是先手了，对了，后边三手是他走这个，他所以是有木的，然后我如果是这都是先手，我是不是有靠呢？靠的话我想他就走这个就好了，走这个不行，打了他接在这里，对啊，他如果搬，搬我挤，我这是先手，这都是先手啊，都是先手啊，这个但是通通先手，但是你不怕我这边走了之后有打吃了还要搬死你的，我不对，您不能打这个，您得打这个，您这个子儿在我嘴里呢，我得打这个，看一下啊，这地方是胜败的关键，他如果这么挤住我应该怎么办，现在我能有的先手的，他这个已经是先手了，这个也是先手，对，也全是先手，对，对吧，要不然他这个里边的死活双活就复活了，我已经铜墙铁壁了，铜墙铁壁了，他这个的确是很厉害，但是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他这个因为是双活，他也不是绝对，他等于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等于是十四目，您可以跟我做双活，我可以给你做双活的，因为我自己没死，我把你这个完全吃掉，那我肯定先，如果我靠您走这，我肯定走啊，你先走，先走我也是先紧呀，然后你再走这个就不一定的是先手啊，你先走掉，对，可能还是不错的，还真的，你这个建议咱们一下子大棋盘上咱们也看得不是很清楚啊，你一走这个他要挤我，这张棋像是很不错的棋啊，因为现在就是如果这个地方都是先手的话，我首先不能接这个，一接这个他要断我，对，对吧，然后您这三个子在我嘴里，没错，这个地方很厉害啊，对啊，有这个可能啊，
好像这个吉是的确是先手，如果我走这个我就吃了粘上，他走到这儿他粘在这儿，对，我还是可以冲断，没错。哎，这个地方还真是有。哎，那是不是黑棋就得补呢？ 确实可能是有点这个担心啊。65 66、哎，黑棋果然就补了，对，他要补，他就是他不敢了，对啊，这个现在是黑的下，对啊，是啊，他所以要补掉，对，我说他要补，嗯，68，哎，他又走狠的，他怎么还要冲我啊？啊，我懂了，他双是先手，他双是先手，他还要断掉我，对，那么黑，那么这个地方他肯定不等同意的，对，他走的也很好，打吃，他从这儿滚我，再打吃，吃，终于守住了。他把这个子还要接牢的，75，什么地方走一下，这个，先粘上，先走掉一下，77，要把这个粘回来，哎，这个总得粘回来，嗯，那这个靠还有一样，对，还得补，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之后呢，他又从这个地方来冲你啊，懂了，他下的是正好，真够紧凑的。他这一走啊，他还说你这一块还没活呢，希望白棋补回去。对，他要想先手，下的真够狠的。然后我挖，他总不可能让你补在这里啊，这太漂亮了，要挖断你。其实我白棋也同时我也想做眼啊。对了，他一走这个，这个棋呢再断不断的没有意义了，他呢就是在这里做眼。对，我虎到这儿。嗯，这虎也是好棋，啊，这一会儿一吃肯定是活的，不给你眼，虎在这儿，187下的是真精彩啊，187，但是这个棋下到这里呢可能基本上已经就进入最后的收官阶段，进入收官阶段了。嗯，187 188啊，这个他虎上这里，这个显然是大棋，因为他就算搭了退，搭你吃不了我，你不可能吃我冲，你只能搬我就再退，你这个控啊是一塌糊涂，全有毛病，这个补在这里，对，小尖这个很大啊，你看他把这个地方注意不要走这种，让他搬就亏了，这是走上面是没有木的，哎，咱们要走在这儿，你走在这儿之后这个地方是你的权利，然后呢又走到这大，这回啊他就是说你走这个是单关，他哪怕走这也有木，所以他要把你这个木削掉，对，让黑棋去走单关。哎，一点点这个小关子呢我们就看清楚了他们的双方的用意啊，小尖，总而言之尽可能的我最晚我才能接这个，对吧？对，我要到最后的最后我才肯接呢，一尖尖的时候他呢是在哪儿又走了一个呢，收官，嗯，收官子，哦，立下来大棋，哦，这个扳，嗯，也很大，这个扳本身巨大，这一走呢1-194之后大飞，哎呦天呀，我这里边占完便宜还从这儿来，对，真够狠的。那看程耀烨上不上毒手冲，注意啊，这地方还是有死活问题的，挤住，但是黑棋是这个两头都可以粘，他现在粘这个，然后断掉这个，然后他就粘回去，粘回去，哦，很精彩，由于你这个一粘你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一个眼，哦，那我于是我先一挖，哇，这是怎么回事？是你，现在很精彩。我这块棋，哎，这块棋会不会出问题？啊，现在不活了，注意啊！这时候，谁知道十月啊，早就算好了。哦，我知道了。他走在这儿。这样的话是不是有两个节啊？对了，提，对了，先提的，提了之后呢我们来看上边我是不是可以做，我们来看他先冲这个冲你，哦，对，
冲。冲，你得挡住吧。嗯。我再提劫。十一。提劫。哎，你要找一个劫，肯定是。他要愿意找劫，好，点一个，这一目都不损。提掉。嗯。提掉的时候又提劫。他终于给你亮一招啊，就说别以为这个我是打劫活，不要以为我打劫活。嗯，你要走这个我还真走这个一样，你还不是叫吃我。对，很爽。他现在当然要挤在这儿。那他就、嗯、哎，没有，先提，还是提劫，先提劫，提劫总是不会错啊。他走了哪个了呢、啊、这个冲一下大飞的那个地方、啊、大飞的地方冲，大飞一路大飞啊，冲，对，他挡住，然后他就再团住、嗯、对，二一，二二二，二三，这个本身是一个嗯二二四，他又提这个，那么我也提这个，提这个我就提这个、嗯、对了，二二五，二二六，二二六呢应该是什么地方走了一个、啊、这儿紧口气啊，他是先手，对，二七只有走，然后再吃，再吃在这儿吃，嗯，八二二九，二三零打，二三一也得接了，这个吃掉，这个吃掉显然大，这地方而且跟他的眼位厚薄都有关系，对吧？二三二，这地方非常的大。现在我发现白棋的这个不是一分钟读秒吗？白棋读秒啊，已经不存在了。哎、我提您就得提，我提您就得提，我的时间是无限的。对，但是他有这个跳，随时可以打将。有这个跳是好棋。哦，你冲不断我。对，冲断的话，一打吃，一打吃，一打吃。对，一打吃了之后，这个一打了之后，这个断进来，再一打没法接了。哎，但是您打得进来吗？哎，还真是。哎，我们来看，你走，如果冲。我们又要看一下，他如果再走这个，显然要打。对。哎，我这里不入气是吧？不入气没事儿。啊。我就提。啊，你吃我吃。巧妙。对呀、啊。断。哎，这个时候我这里是放不进去。放不进去没关系、哎，我等您一手。主动的提掉、嗯。对。你再一走我吃，你再一走这个我还是总吃。是。哎呀，巧妙至极。我等您一手。巧妙至极。这地方也跟大家小最小的地方也交代清楚，哎呀，要是看不见这个，这棋输赢还不知道呢，是，对不对？结果他被迫只能走这个，这个地方很爽，哇、哦啊，这个，哦，这个白棋有点刮了白棋一刀、哦，有点疼痛啊。然后接着他再走这个三七，三七，三十八，这个那个一路小尖。小尖，嗯，怕的是他拖，走完，啊、你这一里边还拔已经要补齐了，嗯，所以他很痛的，对，所以他尖在这儿，尖在这儿呢很好，然后是九中看三十八三十九，总而言之这个地方啊下的是非常好的，对。看看三十九二百四十是古的，对，这都是三十九大的官子了。三十九什么地方提劫了？对，三十九提劫，你看、啊、提这个什么 F？ 对 ，F 十一是十一吗？对，是这个二百三十九。然后白棋，白棋也要拱你，嗯、这地方要望四十四十一， 40, 41, 只能走到这儿四十二。42他还又提劫提回去，好好，四十二，四十三，什么地方走一个呢？挤你，四三，四三，照理你应该接上，对，所以他肯定是走了一个先手啊，提这个，啊，决定四十四，那就四十五就接牢了，粘上了，然后再粘回那个，四十五，四十六。对，四十六呢，这个现在连这个劫变成重要了，
现在啊，我看华老这个就是一个最小的这个节了，现在最大的官子就是这个了，没错，已经不影响胜负了。那您跟我们说一下，现在这个形势到底是如何？现在我们呢已经来不及看那个具体的这个，我们忙着在把交代清楚这个具体的这个棋上的手段，这里的死活，为什么他需要补，这个地方他跳进来为什么不能冲断，对不对？我们讲了这个，但是这个棋呢，这个目数啊，其实我们这个现在来不及点，但是我们也给大家一个交代，也给一个交代。对。那么这盘棋呢，最后呢，黑棋啊，盘面达到了11目之多。11目。哎，大家也都知道，黑棋啊，只要盘面赢8目，对，他收后他就赢了。一打到11目呢，反过来变成白棋收后。所以呢，就是黑棋就变成了赢1/4。就是黑棋数出来的话是186个。没错，它就是赢1/4。因为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棋啊，是要赢，要数出185，你是赢3/4。对。但是呢，我们注意一下，我们不能说成是赢多少目，因为用的是中国规则。对。好吧。那现在呢，就是十月和周瑞阳进入到最后的决赛。两位棋手继续加油啊。那么第3、第4名呢也要下的。对，是。哎，好，那我们这个后天继续欣赏。今天这盘棋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见。